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受访沈知识，大家午早。今日是咱的重阳九九，重阳节是咱敬老的节。哈、啊，我一只咧代表上基山先老师，哈、啊，咱的三宝寺、大梵寺、大安寺啊，甲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的会员啊。甲咱的摄影师、所有的工作者、甲天下间所有的长者，甲恁啊祝福恁大家身体健康，福慧会当增长。啊，九九顺阳啊，哈、啊，这顺阳，咱这一个数九一三五七九。拢是阳数，是阳数的极限为九，为九数。哈、啊，所以九九是顺阳，哈、啊，顺阳就是拢光明的世界，光明的国家，光明的净土，光明的想法，光明的念头，啊，行光明的路。也是啊，咱今日有真济天下间所有人，真济人行到黑暗偏差、歹路的时啊，咱今日，咱今日拄重阳节，咱今日好行好路，重新行好路，行光明的路，咱才对祖先、对得起父母、对得起祖先呐、啊，嘛才会对得起咱的社会、国家，对得起法界。圣神和菩萨，予咱有遮好个机会，过来出世做人。重阳节是敬老，因为伊有只高九九数嘞，上悬嘞，所以咱个予伊即个叫做敬老个节，非常个合理。啊，重阳节嘞，有真济代志咱爱做，咱今日嘞，咱爱拜祖先，敬祖先。中昼时咧，咱就穿一个菜饭、花果、红圆，哈、哦，咱来啊金银财璧、金纸什么金纸咧，绣金就好啊。咱唔好讲银纸，咱的祖先啊咧，无人去做鬼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咱免绣金纸吼，咱的祖先绣绣金，绣金咧，就是福禄寿三星公照，有福有禄有寿。这个金纸或者寿金，哈、啊，咱若拜用拜祖先的时啊，咱拢烧寿金，唔是烧银纸，爱记哩。哈、啊，是安那金纸呢？寿金面顶有只福禄寿三仙人光飘呢，福呢就是子子孙孙。咱人爱有受福慧，福是啊对德开始受起对德。道德做起，有道德的人一定有福，无道德的人就无福。所以咱烧寿金给祖先啊，咱甲祖先讲，我要来修德做好事，哈、哦，我这功德拢要来回向给祖先，咱就有福啊。哈、哦，有禄就有他清，有他清，清表面是这个清尔，法医法医，啥做法医呢？就是。智慧，多听圣贤的妙法，多听大师佛法，你讲的佛法，比如讲《心经》《八节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嘿，好多咱的法衣、法的衫裤，保护咱的，保护咱内底，卖去受着伤害，保护咱的内心、良心，卖去受着伤害，好多法衣。曾经我一位徒弟弟子。伊家己是民盲，因老爸老母
拢伊就往生起来，拢寒寒甲安尼哦，皮皮煞。啊，伊就是哦去问神啦，啊问神仙啦，讲你爱烧金纸，一架烧鬼牛车的金纸，互因老爸老母照常寒寒甲皮皮煞。好，法师啊，做法咯，都吹哦，都讲哦，好，母子两行照常的寒。好、哦，真趣味哦。啊！伫四年前啊，咱上时啊，我举办一个99天的法会，99大法会咧。啊，那么伊拄啊好咧来参加，我、啊、来参加咧。哈、啊，伊伫甲这个问题讲话听，我恁老爸老母欠法，欠这佛法，欠这经忏，你上经忏，互恁是老爸老母，伊都袂寒。因为老师，我都袂晓上经。很简单，念八节波罗蜜多心经，波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啊，你念心经呢，你就请佛祖做主。哈、啊，我地主呢，念十八节波罗蜜多心经呢，要念十遍、二十遍。哈、啊，这里要回向给我的老爸、老母，一直灵魂世界，伊会当给他心的光明。心若光明，就袂寒嘛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点香呢，伫祖先的面头前，你讲历代祖先爸爸妈妈，吼、哦，你往生去啊，我即摆得到妙法，我要念心经，八节波罗蜜多心经，要讲着回向给你，这法医给你，哦，伊就照我甲讲安尼呢，啊，伊就真正的认真去念波罗蜜多心经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啊，到第三天呢，伊就看因老爸。穿到这个衫裤穿真高，都无咧化寒，老母都无咧化寒。哦，先做法医啊，落者有他食，有他穿。咱有他食，爱感谢天地，感谢父母，感谢社会大众，有啥有互咱食，所以咱爱感谢福禄，有食有穿为乐，穿唔是干安尼尔，咱爱。念这个经，吼、哦，念《婆罗蜜多心经》心经，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念观世音菩萨。咱的祖先面头前，咱今拜中道拜祖先的时啊，你就一心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咱若未晓就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会晓你就念心经，那会晓过继续念阿弥陀经、普门品。你回向过祖先，这是上有效的静坐啊。所以你穿三星周日拜祖先，不并不代表有效。哦，伊所得的阳界加清，阴界爱这个妙法上重要。各位十方圣弟子，顶阳的敬老敬祖，好、哦，无论是敬老大人。也是敬祖先，咱作为人的子，哈、啊，上重要一点心。哈、啊，拄只所讲呢，咱拜祖先呢，咱穿较好，咱拜祖先食是一顿尔，有时有阵，并无讲咱这顿拜，伊就一世人生生世世拢免食，嗯，是安尼。好、啊，咱在阳界是食饭三顿食饭，咱在灵魂世界呢，好、啊，咱是心供养兼心，好多妙法，咱都是为是念心经，啊，为在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咱愿意所念佛的功德回向何祖先，九贤七祖，啊，这是上好的方法呢。过来修，哈、啊、是金纸内底有福禄寿，这边是寿，牙乖哦，头毛一个无头毛长的，头壳真长嘞，牙啊只虎螺，牙只乖，佮只白虎，迄只寿福禄寿，长寿。每个人的生命拢是真长，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，你佮食一百岁、两百岁、五百岁嘛爱死，老皮八百岁嘛是爱死。嘛是爱替淡掉回归大自然，但是咱的生命有三种的生命，一个就是咱肉体、身体的生命，几十年就死啊，害啊，向大自然；一个生命呢，咱灵魂的生命，
咱死了后，咱灵魂的生命，一个呢，咱的佛性的生命，佛性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，几啊千亿万年，咱的生命，灵魂的生命呢，好，咱是啊，死了后呢，带着世间的烦恼、世间的欢喜，这是咱的生命。好，所以咱人的生命，三条的生命。啊，世间的身体的生命是有始有终。今日咱的重阳节，啊，天下间真济老大人，啊，我老爸老母现在已经84岁，啊，我也感觉真正感恩诸佛菩萨，和我老爸老母咧食到84岁。但是到我第二个84岁无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哦，啊，因为咧，咱人伫世间呐，佛祖嘛才81岁，伊就灭，家己灭掉去啊。好，实现阳寿9981，9981呢？好，就是为阳寿，所以佛祖释迦牟尼佛81岁，伊就走啊。啊，世间的体形代主人，哈，成道，好到天界去登去啊。所以咱的性命呢，咱的就是佛祖的性命呢，永永远远不生不灭，几啊千年、几啊万年，拢永远是存在。所以咱就重阳呢。咱敬老以外呢，咱爱好好的检讨，是安那？这个老大人，伊食到有法子食到这一回，伊一定真心行功立德，一生冇行功立德，才有这一回。啊，有个人来讲，哇，食到这一回，伊原来过去做这歹，做这歹安尼是安那？我食这一回呢？那是咱人做歹食，吼，伫世间为非非乱之作食，迄是一种业报。吃这回不是幸福，吃这回，咱若世间做歹代志做这事啊，吃愈多内心的折磨愈多，愈痛苦。所以这业报，哎，这个业报，天理的报应，哦，不是哦，这个人啊做真歹，吃真这回都是好命，不是啊。好，那么但是呢，这人做得真不好嘞，长寿命嘞，伊是少年做歹代志。但是伊先生要留一个福德福报留来，好开也未煞。伊若觉得会晓反省，会晓忏悔，反省忏悔咧，我才有八正道，好八正道咧，好会妙法咧。人毋是圣贤，虽然年纪较侪来，咱若知影反省忏悔，咱业嘛会消掉，会当消掉。上好的消掉方法，只有反省忏悔，卖过烦着。哦，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人伫世间聚会，并无代表讲咱的功德，哈、哦，并无代表咱的道德。但是会晓时时反省忏悔的人，则是代表真真正正的人生啊。好、哦，咱就是信徒先生，哈、哦、啊，当时咧97岁，啊，伊就病得真严重咧。有一天，伊的囝、查某囝、哈、哦、囝婿、孙啊，哈、哦，都用个车啊载起来先回去。啊呢！啊，我看啊，这个老大人呢，都要无该要转去呢，啊，无该要转去呢，我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过食3-4年，过食4-5年啦，才转去啦。老岁仔人呢，已经喘气真难啊，上手挂嘞，看天数要未到。好、啊，我讲恁是大人，在生做人啊呐，伊讲做人足好诶，做人吼，终生一世人毋捌歹嘴骂人一句话，毋捌讲人一句歹话。啊、哦，那么伊这时间到啊，我恁老爸咧，要有5年到6年的中间，好、哦、好食，啊，那么伊就真真正，好、哦，我甲讲讲了，转煞好去，我转去甲祖先拜拜咧，好、哦，来拜祖先啊者，穿一裤拜祖先者，啊，是大人咧，啊，伊的魂啊走去，你入去祖先的那遐，你讲啊，师父甲你讲吼，天数还袂到，佫继续过世间修行。刷转呢，第二天刷转直直好着，精神起来，精神起来，到尾有加皈依。哈，我讲你103岁就好转呀，哈，对天数就够啊。加103要到104的，哈，家你讲，我要来转啊，子孙啊回家。哎呦，他要转啊，要转倒去，子孙啊回家，孙啊就金神脱壳，金神脱壳，孙啊孙阳就白，孙啊内底就拢白嘛，孙阳啊，到尾103岁，要接104岁嘞，一中间嘞，啊，抓着等呀，真正一口血，家己讲我要等啊，坐来食食嘞，坐嘞，再见。
哦，所以这个嘛叫做顺量九九重阳，九九顺量啊，阳寿会脱开咱这肉身，好多金身发卡。咱希望大家会当好啊修行做善事啊，咱嘛会当像这个老地主啊、老菩萨啊，会当金身发卡。各位师兄、善知识，今日重阳呢是好节气。咱若要修行的人啊，咱今日上好顺阳的日，咱会当会记哩，时时尊善念，都是上好的修行。咱真侪人呢，我顺阳久久，我都坐着会当哦，会当金身脱壳啦，会当成道啦。我告诉各位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真正有可能代志，今日爱好好咱来反省，过去毋对的，共道歉，做无够，今日去圆满，时时顺善念，才有法度金钱脱壳，心才会安呐、啊。除了安尼，也无啥方法，毋是哦，我惊救救数咧，啊，我坐咧地当会当升多啊，招病咧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，所以咱爱反省忏悔。啊，咱伫世间呐，短短几十年中间，难免呐，拢是有传宗接代，好，拢是为传宗接代万年香烟呐。啊，那么真侪人啊，无嫁无娶，吼，规口罩咧，全少年咧，拢遐侪岁啊啦。我常常去信徒因兜啦，看了，哎呦，规口罩拢七八个拢大人，哈，无一个烟啊好闻无。老师啊，我查某囝嫁袂出去，后生娶袂成，毋知要安怎着。我九月重阳甲清明，两个节气，今日拄重阳啊。咱啊，你要准备九碗红圆，中昼时过啦，嘿，九碗红圆，哈，九碗菜，咱要食菜，无论菜粗拢无紧，九碗菜，哈，九百寿金，九子的寿金。哈，咱点蜡烛火，一对蜡烛，啊，搁一个火，哈，搁一个果，有火就会结果，哈，果是五果，五福的果。咱中道传拜祖先，狗仔菜还搁一碗饭哦，一骹饭才会使，迄还搁滴，吼，还搁滴，搁骹碗，搁饭，啊才会使。咱拜祖先，哈，咱来点香咧，点九丛香。九丛香，咱就啊，历代祖先啊，九贤七祖啊，我都某某人第几代的孙啊，咱的孙呢，食香啥啥，你一个一个个念，香当时生香几岁啊？香应几岁啊？今日重阳节，哈、啊，才甲你甲恁拜，甲你奉敬供养，哈、啊，咱就了这孙啊，拢还未嫁，还未娶，才一岁啊，还未当传万年香烟。啊！咱为着咱家、咱兜的传宗接代、万年香烟呢，哈、啊！历代祖先，你得到保庇做主，好、啊，互该入来的新妇拢互入来，该嫁出去的查某囝、只叔孙仔呢，去规家、规家、规到来，迄个因爱嫁出去去规家，互去规家。啊，该当个规家的新妇，互当个规家；该去规家的查某囝呢，互去规家。早日。会当圆满这个愿，会当各国传宗接代万年香烟啊！拜拜，甲插香咯。等后香过时啊，咱只金纸提去烧，吼、哦、啊安尼才烧起，安怎话？安尼嘞真紧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成迄个结婚要娶要嫁机会嘞，计非常的多啊，非常的多。这是一个妙法，哈、啊！我甲真侪信徒咧，叫安尼做咧，哈、啊，建议安尼做咧，哈、啊，真紧咧，就娶就嫁啊！哈，这个一个妙法啦，重阳上好，今年一开始若无做，就等到明年清明的节气，清明节一年两节。所以啊，咱重阳节除了是敬祖先以外咧。咱来祈祷祖先，咱人伫世间做事业会成功的人，是啥人甲咱保庇？祖先的保庇。
祖先就是守护的灵，守护、守护神、守护灵，就是祖先。阿伯，咱嘛会做人的祖先，做人祖先呢，咱就会当守护咱子子孙孙。所以咱来做生意啊，那未拜祖先的人，生意无牢固就灾了。无祖先、无敬祖的人，真紧就败了。咱来做生意。在做生意，拢是祖先在斗做呢，祖先在斗保庇呢，神分呢是甲咱做主，互咱智慧呢。神咱拜神拜佛，互咱智慧，互咱力量信心呢。啊，甲咱斗做生意是祖先呢，大家爱了解呢。啊，唔通讲啊，祖先啊无啥啦。哎呦，咱来做生意的，你较骨力拜祖先的人，生意拢好呢。我安尼讲了咧，啊，咱一个信徒啦，好过去唔捌拜祖先，事业真袂顺失。啊，有一天咧，啊，伊就老师，我是要当下祖先讲咧，你当祖先面头前哭哭咧嘛，要哪哭？忏悔过去唔对嘛，好，真正就当下咧哭袂出来啊。老师，我笑了，老师你讲话，我就煞起爱笑，好，我都要来哭。好，我老师甲讲一句，爱甲祖先忏悔过去拢唔捌。吼、哦，过去做事业，吼、哦，拢家己好哩好多，啊，那么安怎，你家己个，你讲哦，祖先来听，甲祖先讲，讲过煞哭，哭甲忏悔啊，忏悔心，啊，忏悔了嘞，啊，那么过当下嘞，哎，生理嘞，渐渐顺势，心已经定落啊，心定落啊，伊个梦想，哇，我遐要做，遐要做，遐要做，会记哩，咱德行无够的人啊，咱。唔通想要做大事业，啊！咱的祖先啊，咱个咱的过去生生世世各家的先人，若无这个事啊，咱唔通想要甲人好呀，无甲人想要一步登天，咱对先打拼以外嘞，敬祖先，敬世大人，哦，咱安尼只事业才会顺呐。那无嘞，任你看拜偌济神啊，嘛无效啊，神。嘛是对祖先而来，啊神无并无叫你讲啊祖先去毁掉的，干你信我神的话，祖先免信，那这是魔，这不是神。所以各位神弟兄啦，啊咱大家爱知啊，咱祖先是咱的根源，咱那无嘞，咱去拜家饲囝是要死哦，培养囝是要创啥？培养囝无一个世大人的观念，培养囝无一个尊敬世大人的观念。是这要做啥？无效嘛。所以相对的，咱要子对咱好诶，咱就对世大人爱好；对世人爱好了，咱对祖先爱好嘛。这是犯一以贯之的道理嘛。所以咱要做事业要成功的人啊，你一定爱拜祖先，好爱敬祖敬世大人。啊，有的人对世大人看了，哎呦，臭富，这要好偌好去？无啦，天理昭昭啦。是非分明啊，所以九九重阳的日啊，今日啊，顺这机会啦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，希望将这个妙法啊弘扬，啊，希望大家拢会当精神脱壳，对歹变做好，大家会大赚钱，会顺势。好，今日时间关系到这，大家祝福各位。